有疑音吗？魏有来，你只要止住贝瑶的主谋，可以减刑，我可以保你的命。你又想坑韩先生？难道这次不是他让你干的吗？你别费心了，赶紧开枪吧。魏有来，你没钱没背景，能够走到今天，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？ 本来可以在央行前途四起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你在牢里不也吃得好好的，很安全吗？你为什么要去当敢死队呢？我是为了国家，我也是。放屁！扰乱社会秩序，损坏正义声誉，你为的哪门子国家？社会声誉真的是我损坏的吗？你身在局中说这些话不亏心吗？国府从民间吸纳资金，再用这笔钱去剿共，最后受益的还是老百姓。你要是真的信这些，就是蠢。 清醒！明明，往前开，开过去，从云。现在前面有枪声，实在太危险了。若来没脱险呢？若来死不死跟从云没关系，您的性命最重要。从云。 感谢我吧，是我去找沈小姐求援的，要不是我，你今天就被那车撞死了。哦，知道了。你知道个屁呀！你说人谢贤会死啊？谢谢谢谢。你们两个先别吵了，现在的当务之急，你们必须马上离开上海。不行，我还不能走，那些罪犯还在逍遥法外呢。对付那些人是漫长而艰巨的斗争，仅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。林乔松今天任务失败。 那接下来他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抓捕你跟春苗，你不为你自己着想，你得为春苗着想啊。那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你回去之后你跟我爹说一声。啊，魏如来，疼！我知道，阿文死了，周一峰了，你内疚、自责，你不想活了，你的心情我都能理解，可你总得讲点章法吧？你讲点章法行不行？那至少我们要笨到被别人抓，他都找人救我。 魏若来，如果你继续留在上海，我保证你活不过一个月。这一次救你，我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了。下一次就不一定这么走运了。那些人还在逍遥法外，就算是你死了也是白死。你应该也知道，现在苏区已经有了自己开办的银行，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金融人才。人家还管饭，还发统一制服呢。 婆婆妈妈的了，人家沈小姐救了你一命，你现在这条小命就归共产党了。
那明天上午9点，我把路线和接头人的情况带过来，让你们两个撤离。谢谢。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啊？我暂时还没有暴露，可以再扛一段时间。哦。若来，别担心，是金子在哪里都可以发光。我相信苏区一定可以成为你事业的第二个起点。以后可能是吧，您抓我就行了，您把他给放了。梁叔，把你交给侦缉队，能赚赏金500大洋。我给你1000，你把我俩放了。你好有钱呢。我现在是没有，我回去了我慢慢还你嘛。500大洋算个什么？抓你是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，梁叔？哎，国民党最近玩得太狠，我要给自己留条后路，这次先结个善缘，跟共党交个朋友。哦，桑桑。我的家人都在上海，在老家还有些街坊和远亲，以后你要得了势，帮梁叔多关照一些。好的，梁叔。小姐，先生他是贵人，他杞人忧天下一定会没事的。你说的没错，可是那么大的油官，凶多吉少，他是为了救我。之前廖四哥被炮弹炸到的时候，就只是瞎了一只眼睛，但人都没事的。你哥也不会死的，希望如此。谢谢你啊，春苗。我们从上海撤离的时候，你没有来，我们就去找了老徐。我知道，我看到。老徐已经牺牲了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向组织汇报。他在天上，一定会。
见到自己想见的人的。会的，一定会的。他会跟我们一起见证革命胜利的那一天。三位看着不像本地人啊，来这儿投亲戚还是做生意啊？这位小哥，我们坐船，你撑船，问这么多干嘛呢？姑娘，你说什么？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我们就是江西的，来投亲戚。投亲戚啊？对。到了码头都是荒滩，没有人家啊。没人家哪来的渡口？你又撑了哪门子的船呢？船家，我们要下船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给我靠！你看没有？快，给我靠！停手！停手！停！拉他！停慢！我是我，压着腕，避着火。这位爷横在哪个山头啊？废什么话，打他！有话好好说。干啥呢？你懂不懂江湖规矩啊？你是青帮的还是红帮的还是哪个堂口的？什么青帮红帮，我什么都不是。带走。哎，老宋。行啊，老孔，又抓到白狗子了。仨，还有俩女的。国民党这回是真急眼了。这位同志，您是红军吧？我是地下党。拉倒吧你！你们刚才付钱坐船的时候，我都看见了。国民党发的关金券，只有像上海、南京这种大城市才流通。你们怎么会有？我姓沈，名静真，是上海交通站的一名地下党。上海党组织遭受了重创，我们是通过地下交通线转移过来的。那你们有介绍信吗？有。过来。老实点儿，别动我。哼，实在抱歉啊，山里的雾气大，又下了雨。不过麻烦你，同志，您赶紧跟组织汇报一下，核实一下我真实的身份。别，你就接着编。走吧。我俩确实不是共产党。这么快说实话了？国民党派你来送死，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啊？他们两个虽然不是共产党，但是在上海的时候曾替组织执行过重要的任务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待我核实身份之后，我会向组织如实的汇报情况的。行，不过在身份核实之前，免不了委屈三位。哎呀，想不到你们还真是自己人，都打查清楚了，上海方面的回复已经到了，之后我亲自护送你们去瑞金。太好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孔林征，中央对外贸易总局下属特别连连长。幸会。是我幸会你，魏如来，我可等你好久了。你知道啊，我早就听说过你，央行职员，金融天才。啊，我还是个小助理。哎呀，你就别谦虚了，你可是我们这现在最稀缺的人才。我们行长一提到你，都忍不住流哈喇子。啊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副连长宋仲田，绰号宋经理。热烈欢迎三位来到苏区，今后啊，我们就是同志了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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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应该就是沈进真，兵工厂资深工程师。您知道我？没有。啊，不过我们上头说了，你是技术人才，比金子还贵，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你的安全。是，不是人才就不搭理呗。刘春苗。
你知道我啊？名单交上去以后，有人第一时间就认出你的名字。刘春风同志已经牺牲了。什么时候啊？上次反派交战一桩，他和两个敌人同归于尽。林中田有遗言，托我们转告给你。若来很好，也很适合你，叫你不要骑驴找马。你瞎说！金春姐，金春姐，瞎说了！行长听说你们来了，也激动坏了，走，离你近点。我不进去了。啊？你怎么了，若兰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已经把你送到根据地了，我就先回去吧。都已经到家了，我也该回去见见我爹了。回去。要回你自己回，我不回。若兰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？你有什么要求，有什么需求，你跟我说，我去跟他们谈。我现在就是万念俱灰，本想着在央行能有所作为的，但是做了这么多，什么都没做成。阿文死了，周怡疯了，我现在被通缉着，连你哥他也……反正我不想跟金柔有任何的瓜葛了，我回家了。回家。回家抓。回去。哎，停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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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，金真同志？雷鸣同志，欢迎你回来啊！一路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好久不见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哦，若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雷鸣同志，这位是魏若来。央行的魏若来？嗯，哦，对，就是他。他来了又想走，他媳妇不干了。哎，我可不是他媳妇啊，我俩定的是娃娃亲，早就退亲了。你为什么绑着人家呀？你们啊！程娘，他就跑了。你也知道，我们行呢确实是需要魏先生这样的人才，但前提是，他得自己愿意来啊。我们不能违背他的意愿，逼着他为我们做事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赶紧松开。我不得就是胆子小，打他两顿他就老实啊。勒疼了吧？没事。魏先生，欢迎你啊！一路上辛苦了。呀，来都来了，到屋里坐一坐，我给你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行的大概的情况。来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现在归心似箭，我想先回家一趟。哎，春娘，你要回老家？对，我哥是地下党，在上海做任务的时候牺牲了，我爹还不知道呢。我想回去先告诉他们一声，再补办个丧事。也对。死者为大，那你先忙。忙完了，你要是对我们还感兴趣，我们大门随时向你敞开。谢谢。春苗，重新欺负他。哎呀，听说你在上海混得不错，为啥要瞎折腾？也没有混得不错，就是瞎混的。谦虚什么呀？什么瞎混？混得连大户人家的闺女都看上他了。刘春苗，叫我干嘛？不要瞎说，人家大晚上的拎着礼物去给他送东西，姑娘长得特别漂亮，气质又好，以前在德国留过学，高级工程师，会开枪，会开车，还会弹那个什么钢琴。家财万贯呢，那为了他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。说什么呢你？他说的是真的？确实有这么个人吧。啊，同了，难怪你要写信退婚。哎，说我不是你。那他为什么舍命要救你啊？那当时在你家的时候，他还想用50大洋让我滚蛋呢。你不信，你可以去问他呀。那人家对你绝对是一往情深，你没有发现他跟你说话那语气都要比平时要温柔吗？
我呢，我又丑又穷，我配不上你魏大才子。葛公子，既然你有了更好的选择，我们就不耽误你了。陈苗，哎，孙可，好，你走吧。大家说，你走，听我解释。大家说，我配不上你，你去找你的沈小姐吧。中国共产国际万岁！中国共产国际万岁！苏维埃政府万岁！苏维埃政府万岁！乡亲们，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，我正式宣布废除一切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经济制度，取消一切口头的、书面的奴役以及高利贷的契约，取消农民和城市平民对高利贷的债务。简单点说，就是乡亲们，你们之前欠的高利贷作废！好！追了追！追了追！共产党万岁！共产党万岁！乡亲们，今天在这里公审的这些人呢，根据咱们之前的罪行，咱们该关的关，该毙的毙，为乡亲们讨回公道！好！开人！不要动，再动就打死你！你把他们到哪儿了？死吧！他们有一个算一个，都禽兽不如！我替你伸冤。汪玲的死是这个时代的悲剧，如果再不做出改变，会有更多的汪玲。这真的是你想看到的家乡？恳请你给我们一个机会，也给你家乡一个机会。只需要你去闯荡一番事业。我相信你很快也能知道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我们坚信这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走向辉煌，我们坚信我们的下一代、下下一代一定会体验到大国崛起的荣光，我们也坚信他们一定会生活在一个幸福、繁荣、自信的社会里。每个孩子都有学上，底层的百姓可以摆脱冻累，人人平等，人人都有饭吃，农民不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，工人们可以生产能够行销世界的产品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中文，洋人的眼光也不再是不屑和嘲讽，而是欣赏与钦佩。您找我，若兰，你的任命书已经批下来了，是行长亲自任命的，让你担任总务科的副科长，协助我的工作。是，以后好好配合。好。嗯。还有一件事情。
我是苏维埃国家银行总务科副科长魏若来，您帮我叫一下沈教练吧。稍等。若来，沈教练，你回来了。对，我现在已经在银行入职了。你已经彻底想清楚了，想清楚了。金融的基础是信用，而共产党在江西信用非常的好，大有可为。那真的是太好了，你有信心就好，为你感到高兴。怎么了？还有事儿啊？有事儿就快说，别婆婆妈妈的。这是雷科长给我的，看一下吧。我感觉最近行里的银元总是不太够，有的人一拿到咱们新出的纸钞，就想着尽快兑换成现银。很正常，推行新币就是要和现银挂钩的，这样大家对新币的信任才能够建立起来。可是本周已经第三回收到大额的兑换单了，你看。你去把这周的总账给我拿过来。好。这是总账，走，去柜台看看去。好，把今天收到的钱都给我看一下。也不是不给大家兑，只是我们接到总行的通知，说这批苏币有点问题。有问题？有什么问题啊？昨日子行情况都差不多，百姓们拿着假币疯狂要求兑换银子，甚至有人还要求兑换金银。是假的，让百姓兑换的。最近国民党确实做了一批假钞混到了苏区，我知道大家很着急，我们也非常的着急。这样，我打个比方啊，灶台上正在等米下锅，另一边正房着火了，那我们是应该先救火还是先下米呢？救火！救火！先救火！先救火！所以啊，等把这火给灭了之后，我们踏踏实实做饭，该存存，该兑兑，一切银行业务照旧。所以这段时间，请大家务必做好登记。我们一定会尽快解决假币的问题。要是大家蒙受了损失，尽管去总行找我魏柔来算账，掀桌子立锄头，把我活埋了都行。要不咱们先等等，咱们车内休克俩。相信你，我们相信你。谢谢雷科长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咱们排好队，跟我进去登记。我建议分几步走，第一，把区分假币的方法用大字报写出来，在各处张贴，让老百姓迅速认识假币。乡亲们，都过来看一下，老乡，后面的老乡都过来看一下了。
乡亲们都过来看一看，看一看这上头写的是啥呀，如何识别假币，是假呀。乡亲们，我们新版的苏币烤一下会有焦臭的味道，但是假币没得。第二，悬赏，让百姓举报那些使用假币者，一层一层的查，只要使用次数够多，总有一张能够回溯到原点。同志，这是我卖粮食在华市局开饭馆的老方给我的。嗯，我摸着感觉不对，你看看，果然是假币，这事儿你们得管呐。这是头前两个客人吃饭结账时给的。凯子呢？我看他们往宝城客栈走了。这钱是我在赣南做生意，别人给我的，我真不知道是假的，否则打死我也不敢用。你做啥子生意的？没有。哪个给你的假币？我客人那么多，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。带走！想起来了，是星途商行。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拿大洋跟他们换的。星途商行是苏区最大的煤油进口来源，已经有三波的假币跟星途商行有关了。星途商行，地处红白交界的地段，情况太复杂了。是。这小动作不断的，你说就一个限盐令，卡得咱们喘不过气来。老百姓要是没盐吃了，那是要出大事的。这保甲条例也很麻烦啊，不到一个月，已经有很多同志都被捕了。之前肯帮我们的乡民，也都害怕不敢出门了。我让老孔摸黑找过去才知道，人家都已经连夜搬家了。这都是维持了好几年的关系，再发展新的，恐怕有点困难。要是这么下去的话，咱们的这条贸易线路就要出大问题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雷科长，啊，又出现假币了。又出假币了。接连出现假钞、银币，低价倾销出在水果，按人丁卖盐，连三江口也被新的通关密码封死了。恐怕这赣州是来了高人啊！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！这个假币厂必须尽快打掉。人和设备都不能留，否则祸患无穷。雷科长，让我去办吧。我之前在上海侦办过假币案，我想亲自去一趟。你不行，太危险了。老孔，你一个计划，让你特别联去。是，出发。在家等消息啊。雷科长，你就让我去吧。我想会一会几个高人，否则我心里不踏实。而且我有计划，一定能够确保毁掉这个假币厂。只是。我希望有个人能够协助我。我是星通商行的王掌柜，请问二位有何贵干？贵号可有煤油现货呢？有啊，你要多少？有多少要多少，行价。这是要发到哪儿去啊？到大禹。这么大的生意，我得请示我们的少东家，我做不了主。要不二位稍安勿躁，先上楼喝杯茶，我去取过来。好，请二位，楼上请。抱歉抱歉，二位久等。二位，这就是我们的少东家冯俊章。大禹元善田庄魏东林。哎，幸会幸会，二位请。我听说二位要币商行采购大量的煤油，恕我多嘴多问一句啊，这二位要将这煤油打算卖给谁呀？您打听买家是想直接供货吗？哎呀，不敢不敢不敢。你们也知道，这大禹啊离贡区特别近，这最近又刚下来了一个特派员，下手特别狠，我们胆儿小啊，可不敢通共。您是怀疑我跟共党做事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哎，我怎么想不重要，就怕这特派员盯上你们，这我也想再多活几年，不是吗？这一千大洋是定金，这可是赣州地界，你们居然敢用红军的苏币啊！您仔细看看，这苏币您眼熟吗？我不懂二位在说什么，送客。二位，等等吧。
这是真钞。你们的假币工艺精湛，但是一经火烤就漏气了。新版俗币只要一经火烤，就会有一股焦臭味。如果你们不改流程的话，以后你假币一张都发不出去。都是明白人，我就敞开天窗说亮话了。我这儿有新版俗币的印刷流程，想托您找个买家。如果您做不了主的话，就找个能做主的来，我们可以等。上次咱们三个人还是假币案这件事之后，在家里边，罗莱当时发了很大的脾气。那时候您对假币还深恶痛绝，但是现在倒反过来了，屠龙者终成恶龙。我嫂子跟小月儿怎么样？他们现在在哪里？安不安全？还好吗？不好，有人要暗杀我，在汽车上装了炸弹，炸弹爆炸，波及到了小月儿，她现在还在医院里边。怎么会这样？她没事吧？你不用操心，这事儿我自己会处理。上海一别，我没想到还有机会再见到你们两个。那段时间，他以为您过世了，难过了很久。那我没白疼你啊，金枝。还不是拜你所赐。先生，我们言归正传吧。那些经济围剿的策略，都是您的手笔吧？是，是我。若兰啊，我想到了你能凭自己的能耐去破解假币这件事儿，但我真的没想到你们能找到这儿来。为什么来啊？苏局的盐不够了，今天带着新版苏币的制作流程过来换盐吗？新版苏币的流程是绝密，我根本没有。那叫赶来送死啊！您真的会动手吗？为了党国，我可以做任何事。在这件事上，你们两个不要试图试探我的底线，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。你真的是铁了心要为虎作伥吗？造假币这种丧良心的事情你都干得出来，你变成现在这样我真的很难过。我不难过吗？沈继珍，你是我亲妹妹，我一手把你拉扯大，你加入了共产党啊，你一直都在骗我，我不难过吗？还有你别惹来，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了，你在我这学到这么多的金融知识，现在为共产党服务，我不难过吗？先生，我倒是觉得为共产党做事非常的正确，我也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回头。他们对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？共产党心里都装着百姓，可是贵党根本就没有把百姓当人看。我就问您一句，酷炫的那个事件玩得这么凶，有没有人受到真正的惩罚？